我只要一想到待会到岛上又要玩游戏，就觉得心累了，就觉得好累。因为你这趟已经玩很多了，对，我这样我太超值，值回票价。我觉得 我会不会就这样一路一直玩到马公本岛？有可能。哎，那表示你这样可以睡饭店啊？就那么累，那睡饭店 OK 这样。睡觉都，但搞到在倒数第二关的时候输掉，那哦对，然后睡地板。哇。那到了，今天我们船的左手边九点钟方向这边有座小岛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有。这个岛呢，是我们全东北海面积最小、人口最少的一个岛屿。岛上呢，经居住的百姓全身加起来的话，目前大概只剩下45个人左右。哦。住的几乎全部都是长辈居多，而且各个生产部落。而这座岛呢，岛名就命名为元背村，是一座淳朴的小渔村，独立在海中央的小渔村。好，那个船长呢，现在正准备带大家进港，请大家坐稳了哈。这里感觉越来越少人下船，我觉得感觉这里是，感觉这里是柯友伦会喜欢的岛。上岸了哈，来来来，干嘛？哎，马上为什么？马上有这个就不一组一组一只是不是？哎，对对对，走。哦，哎，要干嘛？这边 maybe 是许梦哲跟 Aaron 要争取的，对，感觉留下。我觉得从后面看这个太阳，就感觉好像，就很漂亮啊，超美的，超美的，神要出来了，超美。哎，帮我们拍一个逆光，然后我们帅气往前走。那个圣光，然后要帮我们 slow motion 哦，让我们走慢的嘛，对不对？ Go， 我们正常吧。好，有没有这种帅气又浪漫的感觉？有没有观众朋友们？有没有？哎，摄影师就说过你过镜头啊，哦，过镜头。你有没有耳朵打开？你是被那个摄影师吗？喜欢遮黑，被导演遮黑遮黑。还好，想必学长应该是在我们刚刚洗澡的时候，哇，已经把它先收好了。对，已经先帮我们把它小烘了，我们现在就把它收起来。好，那这个我们要怎么收？是对折还是卷？对折。哦，对折再对折。对折。要轻轻的把它对折。好，对折。那我过去对面。那 OK， 好。哦，好好好。这个我想象是一人走一边，然后这样子有没有？我想太多了。你的那个是收帐篷。好。这样子拉过来，哦，有重哎，有重，这个这样子重。等一下，它其实蛮重的耶。待会会更重，哇塞！哎，这对，哦，对女生来说有重，男生也觉得重哎。绳子就包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有重哎。哇，是要对折吗？这个女生怎么有可能？哈，该是要对折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找到一个施力点哈。一、二、三，哇，好重哦。这个真的像他们都很壮的男生，一、二、三，小心哦。OK， 这学长啊，你们打工换宿有女生的吗？有啊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傻傻的，我都觉得你都不要被他们操控。你看，来到鸟语，然后来打工换宿，这么漂亮的女生，你应该就让她安排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，这样以后才会有女生看着说啊，原来去鸟语，这样就可以打工换宿。那我要去鸟语，然后一定要来找你玩。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向他们学，他们这样子。你看，你们一票都男生，是不是生活会苦闷？对啊，你看这样的女生来，你们不会全部大家都工作都开心？我改进，对不对？啊，改进改进，对对对。好了，那这个就其他就交给你，那你就把它收一收了啊。OK。没有了。啊？那你不是说你要改进？孺子不可教也。但是这是女生的，男生来吧。哦，所以意思是？其实你不知道。我有动过手术，我有动过，我有动过手术，你要不要看？下面哦，好，那这样，我们那个学长吓坏了，浮板把盖子，对，啊，但那个白色的话我要手术，好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通通都已经打工完毕了。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换宿。对。啊，住哪边？要住国小。啊？对。我们不是换宿，是老板家哦。你们是有庭院呢？那我们不要换宿，我们换船。对。可以让我们跟你一起回去吗？可以啊。然后中途放我们下船。
我们还可以顺便帮同伴采购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我们去蓬蓬滩上面我们要吃的东西，对，生的萤火，然后炭，然后烤肉用具，然后你帮我们问老板，然后我们回到店门口集合 ，OK， 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对时，现在5:47，5:47，47分，好，都47分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13分钟做准备 ，OK， 好不好 ？Ready， 好，讲完话以后只剩12分钟 ，Ready， 好 ，Go， 走。而且我觉得这边的建筑它比较没有那么密集，跟刚刚的那个鸟语又不一样的感觉。这边只有40个人啊，对。登岛之后真的没有看到这边的居民哎，45再加，比如说再加阿喜克伦才47，还没破50，还没破50。而且我刚看到这个庙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山坡，其实很像这个龟山岛的另外一面，就一个很大的坡，对。没错，被你搞到三更。哎，什么？我找你个胖丁啊！哎，什么东西不见了？做些物件胖丁啊！哎呦，安尼这严重！拜托你搞到出来。是活的还是死的？死的。死的。我来牵拖。啊！牵拖。他死了。啊！哥，我来摆沙龙帕斯贴布。牵拖沙龙帕斯贴布。啊！哥，烟的骨仔，上盖的迄条，拢无去啊！拢无去啊！啊！哥，我小弟上盖一只咸生丁。啊！哥，伊个 cosplay 迄顶海贼帽啊，冇一样。海贼帽啊，是啥？海贼帽啊！阿哥有啊！无啊，恁小弟上爱食咸酸甜咸啦。你看到就知影。哦，啊来，阮阿姊伊的困衫无去啊。困衫睡衣哦，困衫还无去啊。还有他最喜欢的迄个，咱饥饿主谋的偶像照，没不见了。阿哥，阮老母的比基尼，无去啊。哦，你大家族呢？迄双西摩亚嘛，叫淘汰去。哎呦！上靠的是阮门口迄条椅啊，嘛搞破破。嘛无去啊！你去讲一遍，我无中无听到啦。中无听到啦！找回较多村民遗失物品，并且带到这里的队伍获得较多的哦。谁知道拖鞋？谁知道拖鞋在哪？没关系，我们找。内裤带还是什么？内裤带，然后还有生丁。千拖，阿姨，你有比基尼吗？没有。嗯，你没有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阿姨。那边有一双千拖。千拖，千拖。阿姨，一双千拖。千拖，多提下，谢谢阿姨，拍谁哦？太好了，有个好想看到，白水，来，拿最多那组就赢，对不对？那这边我就应该往这个方向放，那我们往那走就好。好，好。啊，你太多，我跟我听有在讲啥？他有讲了。内裤带啊，带是。领带，然后紧身睡衣啊，睡衣啊。然后他连板凳都有讲。板凳椅子啊，椅子。椅子，对。这个海贼帽帽子，想到帽子啊，对，嘿，他怎么绑住？他怎么拿起来？好，怎么一整个突然？你寄了多少东西啊？睡是不是有睡衣？这毛巾是吗？这毛巾是吗？啊，这里，阿姨阿妈的比基尼啊，阿妈的比基尼打火机呢？阿妈拖鞋是不是啊？要有贴纸的才是。那这个没有贴哦，是有。这里，对。这个花，这个为什么也有阿妈的衣啊？正常。现在不管什么都以为是阿妈的，你姑带。这个沙龙帕斯。哎，眼睛好，没错，好利。这个是什么？有。睡觉，睡衣。睡衣，他的谁的睡衣？睡衣，前头到了一下。哎，那边，叔叔，这是你家吗？这我们小米家，家。哎呀，酸梅，小米镜头，小米镜头，酸梅。阿妈你好。内裤带。哎，内裤带，哇，我们好厉害哦。拖鞋是不是有拖鞋？有拖鞋。哦，那里有板凳，那里有板凳。饥饿游戏的板凳，然后这里面会不会还有？红线的。等一下，他阿爸的沙龙帕斯。沙龙帕斯啊！哦，这个丝袜，更加。孟哲好会找。那里面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地上的睡衣。怎么那么多东西？见很多东西，海贼王，海贼王，重复一个就算一个，重复算一个吗？对啊，那我们拿走人家就不能拿了。那个拖鞋不是对不对？应该不是，因为上面刚刚没有看到有那个。因为我觉得领带应该是，也 maybe 也被拿走了。对。我
们去找别人重复的有吗？哎，这里也有哎。啊，帅帅帅！可是有我们重复的哎。那怎么那么多莱莎啊？对啊，而且绑好紧哦。哎呀，喂，在里面看一眼。哦，阿妈的鱼哎，哇！哎呀，哎，哇！你嘞是什么弄鱼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我阿姨哦，你头拄有看人放这大大只的物件吗？看物件伫你家有无？无啊，哦，谢谢哦。没有，那边都甜甜。哎，那个袋，哇塞，阿喜，你的眼力真好。那个袋，那个袋就是日文来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知道，我不知道哎。哎，不是，我是真的可以拿两样东西吗？那个袋，哇塞，这好刺。给我。哎，这啥？不啦，容易吗？不啦，来，不啦，来，我穿在身上，你帮我拿。这样子就比较方便了。那啊，那个也是拖鞋。不是，那个是真的是阿嬤的拖鞋，那是真的阿嬤的拖鞋，你再拿走。我找到两个哎，那这里还有啊，有吗？这个，哎，这里也有哎，这个啊，海盗帽，海盗帽。等一下，我不去啊，那你要帮我拿。可以。哪里？丝袜。哎，谢谢你。哇，你人怎么那么好？人怎么那么好？哎呀，这个哈，小岛就是这样，大家感情好。对。东西不见了，大家会互相帮忙嘛。一分钟。谢谢。没有。那边也封住了。真的。哎呀，太强了啦。耶！太强了。对，找到了，祖毛，哎，还有睡衣，睡衣我没有啊，就不用了是吗？对，没了。对啊，没有看到 Game 升低，时间到，回去吧，走吧。拿到重复的算你哥哦。好，真的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他的拖鞋没有，找不到拖鞋。有，等我一下。他爸爸的沙龙帕斯贴布，哦，有，沙龙帕斯，厉害，他爸爸最爱穿的领带，那个袋，包里面还有，竟然，哇，还有他弟弟爱吃的蜜饯，哇，我们就是甘森丁没找到，竟然有，真的很猛哎，我们就是没找到甘森丁，他东西还没放，他弟弟拿来 cosplay 的海盗帽。海盗帽，我们还有两个，对，他们两个，哎，你看他们三个都拿了，两个算一个 ，OK， 可以，哎，地上，还有他姐姐穿的睡衣，睡衣，哎，他姐姐也好厉害，而且 size 蛮大的，还蛮朴实的，下一个睡衣，有裤子衣服，威，你们真的很威，厉害哦。最厉害的是他姐姐的偶像《饥饿组合》的签名照，看看，全世界没有人找。我得到两张，哇塞！他姐姐，我的名字叫林玉萍。你竟然找得到《饥饿组合》的签名照？我眼神一眼就看到了。我刚刚是眼睛好像疑似瞄到，但我觉得脏东西。赶快闭上眼睛。不拿，因为小时候阿嬷有跟我们讲说，如果在路上有看到陌生人的照片，不要接。对，刚蛮尴尬，因为他现在门上。对。哎呀，不想念了。拜托了，再念一下。我先拜完。好任性哦。还有他妈妈的比基尼。比基尼，这里。哦，原来每一个都有三个。啊，比基尼能量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很下盘。还有他妈妈穿过的袜子。是丝袜吗？丝袜，哇，妈妈的丝袜，哇，强啊，他们强，好，还有门口的椅子也抢走，到底是谁抢走？应该是主谋抢走的吧？我们其实，那我们只差两，其实我们也只重复了一个内衣啊。对，获胜的是找到八个东西的孟哲，耶！厉害！强！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找几样吗？七样。
六样。哦，也很多哎。那鞋子里面有五样。五样。不错，差一个。电视上就有说鞋子哥最不会找这种东西。差一个。要选一组留下来过夜。许梦哲决定了。哦。舒服，你也可以自己留啊，这个没有任何。但不知道舒不舒服啊。可是看起来目前这边的环境感觉是算蛮舒服。对啊。对。还有一个岛。还有一个岛。还有一个岛。对，我们现在在中间很尴尬。因为就是如果我们等一下输了就已经天黑了，我们要找吃的找住的都要很麻烦，要么就是要赌到最后，要考虑睡舒服的床，所以表示下一回合一定会是厮杀，还是我们现在就先定下来这样子。定居，还是等一下，还是等一下，还是等到最后。你刚刚那两句话很有意思，因为你看着他说，还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就定下来。这很明显，就是女生很阿莎里的。对，哎呀，少在那边暧昧个三五个月，直接讲嘛，来吧，我可以。好了，那就我们就要留在这儿了，拿行李，要拿行李，拿行李，拿行李，拿行李。拜拜。没想到我是站在这里看你们的人。我们又少了两个朋友了。下次给我什么食物？加油哦，这边舒服，这边舒服。明天记得回来接我们哦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他们就这样走掉了。对啊，有一种孤寂感呢。对，就是老公也是这样看你，就是有一种落寞的感觉。虽然不知道是我们两个了，又不确定说等一下一定是苦的。对。可是就有一种落寞的感觉，就啊就这样子哦，有一种 party 完结束，客人走掉的感觉。就是那种孤寂感就涌上来了。对啊，我个人觉得啊，对，按照他们的逻辑，我觉得应该是越往后越舒服。哇，我喝海水。应该会是这样的一个逻辑。是吗？下一个就是除非他们出乎意料的在。下一个脸插一个超恐怖的东西，哇，这个压力。可是我觉得再怎么样，应该都不太会比荒岛。哇，那个要那个，他就算要下水抓，大概也抓不到什么。因为要很深的地方。现在水已经感觉有冷了。对，我们其实现在朝着一片云的方向前进，哎。对。我拜托拜托，千万不要下水。对。